神奇药妆店好物，让小杨哥哭笑不得。这一款在日本药妆店基本上是销售一空的，它是法令纹膜啊。基本上我现在没有什么太多法令纹，对，因为我平常都有在保养。调理皂帮老人家洗，哎，拍弹拍弹啊！看完黄金岁月，请锁定姐妹亮起来。以上节目由台盐生技绿米雅冠名赞助播出。